向大家介绍呢个洪拳里面嘅公字伏虎拳。呢、這个公字伏虎拳呢是一个洪拳嘅基本套路。咁我哋呢一门呢讲呢有一句俗话啊，叫入门先伏虎。所谓呢入门先伏虎呢就是呢入门就要先学呢个公字伏虎拳。咁公字伏虎拳嚟讲呢实际嚟讲呢是由两套拳嚟组成嘅。啊，一套呢叫做呢公字拳，一套呢叫班公伏虎。咁呢依又既可以嚟讲呢一套单独练习啊，亦可以两套合埋嚟一齐练。咁一般嚟讲初学嘅时候嚟讲呢就应该系呢单独练习，练熟一套再练一套啊，熟咗之后就合埋一齐嚟练。咁嚟讲呢就比较嚟讲呢就形成嚟讲呢即係话练功啊，佢由于套路比较长就可以得到比较大嘅锻炼。咁呢、這个呢两套拳呢就已经基本上呢包含咗洪拳里面嘅各种步型步法手型手法。咁所以嚟讲呢对于初学者嚟讲呢就係、是、比较即係话容易掌握。练好呢套公字伏虎拳呢对于一个练习者嘅功力啊同埋嚟讲呢耐力啊咁都好有好处嘅，由于如果合埋嚟练佢比较长啊，咁练耐力亦都比较好。咁练熟呢套拳之后嚟讲呢就向更高一级嘅技术嚟讲呢就容易咗好多啦。咁所以嚟讲呢练好呢个公字伏虎拳呢对呢个练习者嚟讲呢係好有好处嘅。
花。花。讲呢个套路嘅分解同示范，先讲啊权礼开庄嘅权礼，立正预备，自然站立啊，两只脚大约嚟讲啊，中间嚟讲开一到两个脚位啊，咁嚟讲自然起立，眼。双手捧起，握拳抱拳，开钳扬马，撇后脚踭先，再撇脚掌，好向下一坐钳，双切掌。咁呢个双铁掌嚟讲呢，就应该而家由于我分开嚟步伐同呢个手法讲啊，而家应该系一齐嘅。再做一次。好侧边。呢个铁掌呢就应该来讲呢，在这个桥由这一节到这一节叫桥啊，这样切下去啊，就不要这样踢下去啊，应该是切下去啊，侧边看是应该这样切下去啊，
上抱下叉，两只手反起，咁样有啲撑上去嘅，向外抹，到中间嘅时候隔拳，再嚟讲一抽，咁抽上去，咁呢个嚟讲咧，向呢度嘅时候系绷紧肌肉啊，绷紧系静力。崩緊向外，啊，好到中間嘅時候握拳嘅啫，放鬆，啊，突然發勁，一抽上嚟，啊，連續嗱、啊、做一次，切橋，啊，放鬆，啊，上抱，下叉，啊，呢、這個嚟講咧，依、這個係。反腕一反手腕，隻手腕一反啊，向下叉，就唔使咧帶一帶速，有啲咧習慣咗帶個速勢，一叉抱嘅時候再收翻嚟咁樣叉落去，唔使咁樣啊，就係、是、一叉就一反手腕一啊，呼吸三點，兩隻手由掌變成指分開。再压住，拖翻入嚟，啊！呢、這个用呢个碗嘅呢个根部，啊，向下一路压一路拖，啊！再嚟向两侧，啊，运桥咁顶出去，一提气，呼气，二。三，再做一次，呼吸三点，一个下叉之后变成指分桥，呢、這个指唔好抹开啊，要食指夹住呢个中指分桥，再压住拖翻埋嚟，再向两侧顶出去一。呢、这个系静力嘅，啊，所谓静力就成支桥嘅肌肉绷紧，啊，一、二、三，啊，到呢度三次之后，啊，跟住一放松肌肉，一沉。突然间发呢个窒劲，放松一发一窒劲一沉，再嚟一飙向两边，啊，呢、这个嚟讲咧，呢下咧沉桥标志就要发冷劲，啊，样好嗱，呢几招连续咗一次，下叉一二。竖掌跟住，啊，又系用慢慢用呢个静力一竖竖翻只掌，系练腕嘅。好，下一式盖步见礼，右脚向前打横，成一个盖步，啊，左手系合埋咁样，啊，连续做，啊，要协调，啊，唔好先出脚再入手。是一齊的、啊、上左腳上這隻左腳虛步見禮、啊、玩回來雙掛腿退步抱拳還完好、啊、現在這個開張見禮我連續做一次哎啊
一段，四平大马，睇一声，揼一揼脚。呢、這个四平大马先系呢只右脚揼一揼，向左边，向右边，伸出去，再嚟左脚收一收翻埋嚟，再拖出去。一般嚟讲，佢呢个距离系一般自己嘅三只脚位左右，大概嗱一个脚位，两个脚位，三个脚位，啊嗱到呢度系大概系咁阔啊，向下坐呢、这个两个膝头啊向外抹啊，咁嚟讲要咁对住呢个脚尖，咁由于佢系。这个基础拳，所以我觉得要详细啲。双弓伏虎，即是双切掌、双伏掌。啊，呢两只手亦是这样向斜下切落去，力点在这个位啊，向斜下这样切落去，执拳。向斜下咁切落去啊，唔好打成咁样揿落去啊，同此拜佛，一个合十向外分桥。一合合上嚟成一个拜佛样，再嚟分桥。呼吸三点，一拖翻嚟，推出去；二拖翻嚟，推出去；三拖翻嚟，推出去。拖系吸气，推系呼气，拔背。一。二三啊，沉桥标志，两只手一放松，而家你即系呼吸三点，呢个三展手嘅时候，又叫做三展手，系绷紧肌肉嘅啊。三展之后一放松，一沉标，这个来讲呢就是用劲力的啊，标指的时候不要手掌合埋，是有些叉开啊，微微地曲隻手啊，不要这么绷直啊，微微地曲。喊执完第一次，呼吸三秒，好喊竖掌，下一声聚爪担桥，一聚爪聚落嚟，两只手成爪，然后右掌变爪向下聚，再担起，弹分桥，两只手攞翻嚟向左右咁样拿出去，咁呢个分桥呢就有嚟讲呢，即系。将啲嘢咁嚟撕开，即係有啲感觉，有个咁嘅势啊，聚爪担桥，啊，虎扑爪，两手收返嚟呢度，向前，啊，扑出去，啊，呢、这个，扑，聚爪担桥，分爪。啊！虎扑爪呢、这个连做三次，而家第一次、第二次，再打分扑，第二次再三分扑，第三次，第三次之后再嚟讲重复头先话沉桥标志，又系两只手先摆横啊，向上。撑起兜个圈，
成抱掌一叉，這個呢就蹬起雙腳啊，要喂喂，好分條，分條，咁呢個呢就無形中呢就形成咗第一個向上畫圈叉步。再嚟講呢，一扣橋兩隻手，扣橋之後再嚟講呢相反方向握拳分橋。咁呢個分橋呢就好似嚟講呢兩邊一邊玩起隻玩住桶水咁樣啊，呢個形成一個撐力一個弧嘅，唔好兩手拉到直啊，咁樣試一個咁嘅弧位用分橋。兩手一提向兩邊分掛退啊，咁提起去啊，分掛除好啦，抱拳撇腳走麒麟步，撇咗腳抱拳，呢個係同時嘅啊，左啊右腳走向左走，左腳向右走啊，點步跟住踢腳，好嗱，連貫咗一次，雙掛腿，踢落步，跟住嚟講左綁手弓步嘅綁，呢、這個向斜下插，向斜下插咧，呢、這個手臂要捆。啊，咁樣咁形成一個綁手，咁咧動作咧就要比較協調，一邊睇啊，係咁樣啊，唔好太慢啊，係要喺大約嚟講啊，可能係45度左右啊，呢、這個90度嘅45度左右啊，形成一個左綁手，綁嘅時候轉腰再嚟咁樣綁落去。下式弓步挑橋，挑呢隻手啊喺前面，靠用呢隻啊呢、這個爪關節挑啊，咁挑上嚟，挑再下式轉身架掌，呢、這個架掌。轉身嘅同時，右腳啊要擺過嚟調一調整腳步啊。如果唔係嚟講，原本咁嘅弓步，你一轉唔調整腳步咧，就扭啦啊，變咗拐腳叫腳馬啦啊。呢、這個轉有兩個方法，一個就係學似我頭先咁樣啊，一轉嘅時候用右腳調整腳步，或者啊有啲人習慣咁樣嘅轉身咧，唔係用右腳腳，佢用左腳嚟調嘅亦可以啊，一跳。啊，左腳向後擺一擺，啊，咁一轉，咁嚟右腳就啊原地咁轉啦，啊，就因為佢係擺左腳，呢兩種步伐轉都係可以嘅。跳橋加啊，虛步撇掌啊，呢、這個嚟講啊，一架重心坐翻去右腳啊，形成一個虛步啊。咁呢個撇掌向下咁斜撇啊啊，再搭返上弓步挑橋啊，呢、這個挑橋呢就同頭先嗰個挑橋係一樣嘅，挑橋啊，挑啊，重心而先移去右腳，左手擺返過嚟擺啊，再嚟右腳插步向後插步扣橋，
咁呢、這个啊连贯嘅做一次，踢、跳、扣，再上公布还击掌。呢、這个还击掌嗰、那个力点就喺呢个位置啦。啊，嗱喺正面做一次，一个勾桥啊，再上公布啦，还击。再转马步，入左手握翻拳，再转马步向西边顶一顶顶争，啊顶争，再转翻弓步向东边标子标子沟桥。切掌啊！呢、這个嚟讲咧，一标子吓、啊，一转马步嘅时候，正嘅手腕啊，形成一个咁样一个有啲个铁角嘅啊，咁样扣扣落嚟啊，切掌啊，切掌之后啊，再嚟一抬抬手斜下边锤，啪一个。分挂锤铁脚，吓！吓！铁右脚今次抱拳，啊！呢、這个咧就同头先嗰段系一模一样，不过佢咧系右势铁右脚。左蓋步，右蓋步，點步，踢腳，落步，右綁實，挑橋，轉身，架掌，再嚟撇掌，再嚟挑橋，擺掌，溝橋，再上步，還擊掌，再轉馬步顶扎，再转弓步，腰子，再嚟沟桥，向翻正面切掌，再嚟提斜下边锤，咁第一段呢佢全部嚟讲呢由呢啲开始先係正力练习。啊呢啲正力练习。好啦佢正力练习呢又唔係完全係正力练习。既有正力练习又有呢、這个劲力练习。呢呢两个係相结合嘅。啊譬如呢啲正力练习。呢啲嚟讲呢就是勁力練習，勁力練習之中呢啊又帶勁力練習，嗱、啊、呢、這個一爪呢啲一撲菜可以用勁力。咁總之嚟講呢個整個成個第一段就係嚟講呢主要係練呢個橋功啊，主要係練橋功嘅。左脚向前白半步啊，再嚟嚟讲咧啊，先讲步伐啊，成一个虚步挑桥，咁嚟讲咧就个方向就有啲变啦啊，系既唔系啊，依个系斜角噶啦，吓呢
个嚟讲系一个挑桥。咁呢个挑桥嚟讲咧，搭呢个布同埋走上嚟咧，同时系喺系咁样挑上去。不过咧，头先所讲嘅呢个挑桥就系单手嘅，而家佢系两只手一齐。咁即左手就喺右手呢、這个爪嘅呢个旁边啊，做一个啊好似保护动作咁样。嗱、啊，我连续啊做一次。边斜边一打挑啊，咁做一次用力嘅，要啊依个系要用力嘅，啊好，跟住踏步踏右脚上前，依、這个就要咁样铲马啊，我又系先讲步，一踏步上前，哇！呢、這个系抢上去啊！呢、這个嚟讲咧，嗱，我喺正面讲，飘桥之后啊，呢、這个嚟讲喺一踏步嘅同时啊，成个人连自己嘅重量惯性，连只手腕一反抢入去。咁呢个爪嚟讲咧，既有向前冲上去嘅意思，亦有多少向下坠，系由两个力啊。所以嚟讲咧。呢一式嚟讲咧，全身做得协调啊，咁都唔系咁容易噶，都一跳，哇咁样啊！我落直之后，摆左脚啊，左脚摆向翻西边啊，一个将军勒马系一个咁样嘅彩手打横咁样裂过嚟，咁好似嚟讲咧。扎执住人哋，成个咁样撑飞佢咁样，啊，做似连贯嘅，摆脚，转身，行，将军勒马啊，咁呢个将军勒马个高度啊嘅手，既唔好攞到及平啊，亦唔系咁低，大约嚟讲系自己嘅前腹个腹部嘅高度，转身，好。再嚟啊！重复头先嗰三式啊，又是虚步挑桥啊！今次咧就上左脚啦，向呢个嚟讲咧，呢、這个西南嘅方向，西南嘅方向啊，一踏步啊，上呈虚步挑，又系一样嘅啊！头先咧就系、是、右挑啊，而家系左挑。跳啊，咁样踏弓步向前，扑啊，扑出去啊，左脚啊向前铲步啊，扑出去虎爪啊，再转身摆右脚，又系同时咁样一勒马勒过嚟，前脚喺膊头呢个位。后脚就喺呢边膊头嘅呢个位，咁呢度呢个中间呢个距离咧就大概呢、這个啊，大约呢个膊头呢个位咁阔咁上下嘅啫，自己啊一勒马，行，哇，咦，好，抱拳盖步，抱拳左盖步向翻正北边啊呢、這个。呢个盖步同抱拳系同时一齐做，一抱咁样抽起嘅咁样啊，蹬脚啊，呢、这个蹬脚啊喺呢边睇，侧边睇，抱盖步蹬右脚啊，蹬脚咧讲咧就要咧用呢个后踭呢、这个脚跟呢个位。啊，先有力嘅就用前掌嚟讲蹬咧，就系冇力嘅。啊，蹬脚落步，再嚟一个盖步向前弓步。咁呢个盖步咧就系跳跃嘅。而家咧我先分解步伐就唔跳跃住。啊，如果正式嚟讲系要跳跃嘅，嗱，大家睇一次要跳跃嘅，蹬双弓伏虎。
這個雙弓伏虎是兩隻手、向前來講這樣切下去，是一個雙切掌來的、再連續做一次開蹬躍步切，好左挑橋弓步的左挑挑橋，這個挑橋就在這裡這樣挑上來的意思、正面受到攻擊的時候一挑挑開對方、這樣來說呢，即是這個形成一個好像線面這樣、一個線面挑橋、線路是一個線面，那呢右手就呢擺在左手這個手踭旁邊，形成一個這樣的挑橋，下一式是虛步的右挑橋、搭馬步、劈橋、這個劈橋是一個搭馬步的同時、右手劈下去，那這個劈呢一般來說呢、就應該來說呢短橋，這個是短橋的手法，就不可以來說呢你已經挑了上去，不可以再劈的時候再舉一舉起這樣先劈，這個來說呢這樣的動作就很低級的、應該來說手在哪裡就在哪裡發力劈落挑橋劈就劈、好這個劈橋側面第一次、就在這裡一搭馬步就劈下去，咁呢隻手掌隻嘅力點就喺呢個手掌嘅呢個位到前面到呢個橋嘅前面呢一節，係用於劈人啲手或者嚟講呢如果係身前呢係攻擊對方咁樣咁劈亦可以而家套路嚟講係劈手跳劈轉身弓步逼風這個逼風又是同樣一樣就不好來講一踢過去逼風的時候要隻手收回過來這邊這樣這些又是這個就是一轉換這個手踭那個力一轉的時候這個在這個位置在這裡的發力形成一個一踢的時候一轉很短的這些力所謂寸勁就是這些了一踢虛步玩一玩這個來講就是來講呢射一射逼風射一射兩個拳相對兩個手踭擔起這樣形成一個雙掛錘咁呢個雙掛錘嘅運動路線大家仔細睇睇踏步咁樣掛錘咁呢當然發力嘅力點亦係靠個手踭因為嚟講短橋冇好大嘅動作俾你下一式又是射步這個來講溝橋撲步虎爪不是弓步虎爪撲出去撲爪這個那這個溝橋來講呢是先隻手兩隻手沉下去再來退這個虛步拉回來再來搭弓步撲出去哇直情來講這個是虎撲爪整個這樣撲出去下一式又是再來射虛步扣爪左手在右手的手臂下面這個右腳又是退返這個虛步那形成來講呢這隻手一扣扣住對方扣再踏步橫擊掌
啪殺出去，咁樣射虛步啊，扣，再踏弓步，擊，咁還擊咗一個力點喺呢個位置啊，嗰、那個手啊一扣嘅時候，一踏步嘅時候，呢隻手右手嗰條垂住條腰一轉，好似喺個腰度射出去咁嗰隻手，大家睇一睇，射出去喺度啊，再嚟虛步啊，又拖翻住虛步啊，下一式叫三拋錘，先拖翻喺度先啊，拖翻嚟啊，咁樣，然之後一個咁嘅勢向前啊，隨時嚟講出擊。一拖踏步，右手挂，左手拍，再嚟再铲马啊，右拍啊，再铲马左拍啊，挂拍第一个，第二个拍，第三个拍啊，三拍锤，踏翻只马步冲。一、二、三，冲！啊，锁喉爪！啊，呢、这个斜右脚拉翻斜，向呢、这个东北方向，东北方向右手一盘落嚟，呢、这个系同时嘅啊，只手一盘落嚟，再一圈揿伏住。啊！再嚟左手一嘢锁喉，哇！呢边锁喉，好啦，下一式，再嚟讲啊，向呢边呢个斜角，喺呢个西北边呢、这个嗱，搭呢个脚上嚟啊，向西北边啊，呢度一盘圈啊，右位右锁喉锁。右锁喉，好，一摆步摆一摆翻，即右手向后一划，啊，嗱一划划过去，啊摆步嚟讲，啊呢度一托，转身，啊向嗰边啊西边又系一划，啊再嚟弓步，呢度又一托，啊好。好，好，而家开始第三段啊！啊，第三段系重复呢个第一段嘅啊。啊！大家睇一次啊！好啦，到呢度好，撇脚啊，抱拳转身嗱、啊，撇脚就撇左脚啊，撇脚抱拳啊，转身立正。而家我正面打一次啊，跟住啊同打完一样，蹬脚开步啊，双弓伏虎，童子拜佛啊，三展手，一、二、三啊，聚寻桥标子，
树长，聚爪担争分扑，聚爪担争分扑，聚爪担争分扑，寻条标子，沟桥。啊，一样的，好，一圈啊，蝴蝶掌，这个是右蝴蝶掌打出去。那这个圈桥的时候啊，是这只手即右、啊、正面看圈，那右手是一个圈压对方啊，左手啊，唔系我嚟摆嘅，系左手系一个封闭，一样系出力啊，封闭对方嘅二门手或者争啊咁嘅作用嘅啊，所以咧就唔好打成嚟讲咧，只系只右手有意，左手系冇意识嘅，就咁摆喺度，呢、這个就唔系好妥啊，应该嚟讲啊啊呢、這个啊，再嚟啊转身。又是剛才一样啦啊。哇，这个呢就不是锁喉爪啦。这个是政府爪啦啊。哇啊，再来啊，摆一摆右脚转身逼风。啊，这些呢剛才这些一劈这个逼风手是一样的啊，不过来讲呢这个是转身啊，剛才那个是劈逼风。啊，双挂锤，哇！啊，好，到嚟呢边就系一样，左势嗰、那个转身一沟桥，啊，好，正面睇，嗱、啊，逼风手喺呢边，啊，转身嘅时候一扣扣过嚟，呢手咁样圈圈压过嚟，右手同样系有一个向外逼住对方嗰个意思。打出啊，滑啊，再嚟转身，又系逼风手啊，撇脚，再转身嚟讲啊，盖步跌掌，转身伏右跳啊，左跳劈桥。转身玩双挂扣扑，呢啲同全头先同大家电一样嘅，不过嚟讲咧，佢系左弓步。好，再嚟扣撑掌啊！呢度咧就有啲咧唔同啦，一撑掌之后，再嚟讲好一收脚拍撑。蹬脚拍掌，上步又拍，啊、一拍之后圈圈手，又是蝴蝶掌，啊、右手一冚上嚟，一个虎爪，啊、左脚稍微向前打一踏，一收一个枕桥，啊呢、這个枕桥。弓步冲拳，一个弓步冲拳，啊，好嗱，咁啊收翻嘅时候，呢、這个咧就系、是、一个完完整整嘅弓字拳，啊，咁佢弓字伏虎拳咧就系咧唔收拳嘅情况底下，啊，从即系连接嚟讲，伏虎拳一路打落去就叫做弓字伏虎拳，而家系弓字拳完完整整嘅一套完成。
呢度就完完整整嘅啊公字拳啊。咁啊，伏虎拳嚟讲咧，再打落去嘅时候嚟讲咧，啊，就系咧唔使收桩，但系嚟讲咧就另外起一个段。